的时候都是因为有你，你点亮我世界枯燥的人生充满意义。要知道爱你的事情都是甜蜜的事，我的幸福怎么了？不认识啊？太美了。走吧，只有三个小时拍照，下午还要回公司开会呢，走。三个小时能拍好吗？哎，准备了啊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你好。没关系，拍我。好。哎，好，维持住啊。不好意思，我有急事。哎，哎喂，喂，哦哦好。抱歉，继续拍吧。哎好。这次我们不用花。穆小姐，您跟严先生的婚期只剩10天了，但是现在无论是酒。